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歌曲。我们台上有三位男生啊，但是女生只有两位、啊。我也要爱红娘。你也要爱红娘，是不是？好，台上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这个我们不介意的话，我们鼓掌，一起抽个捧花。所以他是跪在那边，这边什么？鼓手跪那边就对了。